然的发出注意的声音，因为你要去吸引同学注意，减少小屁孩的产生。我们做一个示范好吗？当教官喊注意的时候，请你们一起来回应我，来注意，注意，非常好，你们今天非常的配合，就是用这样自然的语调，让你旁边讲话的同学能够收音，能够注意到他此刻应该怎么做。好，8:30，教官不讲话了，后续用你们的表现来见证玉成的成熟，谢谢。不用鼓掌。台北市立玉成高级中学108学年度校庆活动，接下来就由我们的管乐社来为今天的校庆揭开序幕，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管乐社。
谢谢管乐带来这么振奋人心的演出，刚好呼应了我们这一届校庆的主题“成功背后”。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得到，在这一段演出的后面是酝酿了多少的努力，跟多少的付出多少的时间，才成就了这一段演出。是的，完全没有错。当然，各位，我们刚刚从管乐社所带来的表演当中，可以明白的听到不可能的任务。在这边，我们首先先感谢我们的校长带领玉成高中所有的团队来进行这次校庆的筹备以及准备精彩的表演。对我们玉成高中来说，没有不可能的任务。对我们的行政团队来说，没有达不成的任务，是不是，子英老师？是，所以对我们同学来说，应该也是没有不可能的任务。对，没有错。好，那其实啊，今天是108年度，我们玉成高中18岁了。各位，我们回忆一下，那数学减一减，就会发现啊，我们玉成高中是从民国91年正式招生的。是。然后经过了18年岁月，我们屹立不摇。当然，我们学校硬体设备各方面，在台北市所有的高中当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是，而且18岁是一个最花样年华的年纪，我想同学们还有各位与会贵宾们应该都非常的同意。是是是，真的是没有错。好，当然除了硬体设备之外，我们玉成高中所有的教职员工啊，我们的软体各方面真的也都是出类拔萃，台北市中的精英。好。是，那所以接下来除了管乐社之外，我们还有仪队的表演哦。仪队的表演是，立翔老师今天一进校门，是有没有看到最精神抖擞的，就是我们的仪队。仪队，对，没有错，各位，我们玉成高中的仪队平常很辛苦的在训练，好、哦，他可能在上学之前，可能在放学之后，当大家都离开校园了，我们仪队还是很辛苦的在学校进行操演，希望能够有完美的表演。好，那这里的话，金老师，我们是不是可以准备欢迎我们的仪队来给各位同学带来精彩的演出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仪队。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一队为我们玉成高中好带来精彩的表演。好，台北市立玉成高级中学108学年度玉成18校庆系列活动典礼正式开始。首先，先邀请我们玉成高中的大家长张勋成校长为我们致辞。我们欢迎校长。我们今天共同的主持人家长会邱玲会长，教师会校美理事长，各位与会的贵宾，各位我们玉成的教职员工生家长，大家早安，大家好。不管你是一个球星、歌星、明星、企业家，或者是民意代表，在你成为一个巨星之前，你都要经过无穷尽的学习、无穷尽的历练、无穷尽的挫败。成为巨星是成功，可是那些挫败、那些历练、那些跌倒后再站起来、那些永不放弃，就是成功的背后。成功的背后没有离我们很远，它就在我们的身边。以玉成为例，玉成今年18岁了，这18年来，文的成功、武的成功比比皆是。而所有这些成功的背后，不知道有多少孩子们一步一脚印的轨迹，以及老师们的专业，还有无穷尽教育爱的显现。以文的成功为例，最近我们乡土语文比赛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它显现的除了是同学们的努力之外，我们看到了涂淑美老师、刘纯信老师、于清霞老师，不知道多少的专业与教育爱的投入。这么久以来，我们玉成高中的行动研究屡屡获得全台北市的前三名。什么叫行动研究？就是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发现了问题，然后没天没地的透过量的分析、值的访谈来找出问题点，寻求突破口。这是多难多难一种教育爱的显现啊。我们有多少老师投入，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诸多不及备载啊。例如蔡宗宪老师、李建辉老师、钟义良老师啊，韵如老师，甚至我们曾主任、庄婉婷主任等等，无穷尽老师的投入，造成了这些成功的背后。例如，我们在教学卓越奖，我们获得了教育部的银质奖，这是多难得的一个奖项，它显现的是我们整个自然科老师团队无穷尽努力的一个成果。前几天，我们学校应用科学班的学生得到了李远哲科学展的基金会的这个比赛的全台北的第二名跟第三名的荣耀。这个荣耀的背后是这些师生在课堂上、课堂后、假日无穷尽努力的一个成果。几天前，我们得到了交通安全全国特优第一名，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荣耀是多生不如死的一个结果？包含了我们主任教官、我们所有科
的老师们，还有所有行政团队多少的努力所得到的，而这些都是属于成功的背后。那在五的成功方面呢，各位都知道，我们玉成高中拳击、跆拳道、击剑、西华以及轻艇，不知道得到了多少台北市、全国、亚洲甚至世界的金牌、银牌以及铜牌。这些奖牌怎么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所有的这些奖牌都是无穷尽的泪水、汗水、血水、挫败、痛苦以及多少的挣扎交织的结果。这些交织就是成功的背后。各位同学，成功没有从天而降的，成功没有奇迹，只有一步一脚印的累积。你可以去欣赏成功，但是你要懂得学习成功的背后，而成功的背后也就是我们今天校庆的主题。祝福我们在场所有的贵宾、教职员工生健康、快乐、平安、幸福。今天我们的大会圆满、顺利、成功，谢谢。我们谢谢校长，谢谢，谢谢校长。那校长是不是能够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与会的许多的嘉宾跟长官呢？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恩，我们在座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贵宾，在百忙之中莅临给我们玉成高中指导，而且这些贵宾今天来的都不是身份，来的也都是成功的背后，啊，真的是太感恩他们了。那我就是用照着这边的顺序，我这边来介绍了哈。首先当然要介绍我们今天的共同主持人，共同主持人，我们的家长会李秋林李会长。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今天穿的是新皮鞋哈。我们另外一位，我们今天的一个喜的主人，我们教师会陈孝梅陈理事长。同样的，他穿的也是新皮鞋。好，那我就从照着这个人的顺序了哈。那没有早晚，因为每一位都是我心中最昂贵的贵宾，啊，我们就从这边开始了。我照我的顺序，我们介绍我的好兄弟大理高中杨广全杨校长，中山国中周婉玲周校长，南港高中廖纯英廖校长，和平高中温佑基温校长，永春高中张云芬张校长，永春高中林副会长，永春高中董副会长，华范大学黄事务长，东福国中学务主任黄主任，西松高中林申茂林校长，怀生国中陈正义陈校长，古亭国中林泰安林校长，我们北市家长会的执行长吴执行长，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科技公司三岛公司的董事长吴三岛吴董事长。好，谢谢。我们刚当选的高职年的总会长叶阿松叶总会长，我们中山国中晨运社的社长王世雄王董事长，国中联的荣誉总会长陈庆祥重整会长，台北市教师会市教师会的荣誉理事长何俊彦何理事长，同样也是台北市教师会的荣誉理事长徐新怡徐理事长，台北市家长协会周静婷周副理事长，台北市教师会的现任理事长叶清奇叶理事长，湖山国小翁家森翁校长，
我们玉成高中家长会的卢委员、卢玉伟委员、郭龙芬委员、陈进修委员、肖美玲委员、李丰庆委员，我们高联会的顾问陈文阳陈顾问，哎，陈顾问，你不要坐下。各位，看清楚，他是校长当训导主任时候的学生。现在你们知道校长年纪有多大了吧？请坐。南福高中林青龙林会长，建国中学家长会的张副会长，四三的荣誉会长杜昭荣杜会长，永春高中的荣誉会长柯静莹柯荣誉会长，中山国中的家长会长吴林俊吴会长，景兴国中的家长会长邓家德邓会长，南中国中荣誉会长蔡家华蔡家伟蔡会长，阳明高中的家长会长李明展李会长，成员高中的家长会李玉树李会长，大安高工陈秋林陈会长，我们国小联合会的总会长刘义宽刘总会长，中正高中家长会长萧锦荣萧会长，万方高中张家宇张副会长，南藻高中郭冠霖郭会长，高中职的副总会长陈振林陈副总会长，高中联合会的总会长林佳慧林总会长，高职联合会的总会长我们啊方美月方总会长荣誉总会长，师大附中钟坤志钟会长家长会，松山高中陈金道陈校长，北一女的家长会长端木正端会长，哦，我们的督学到了啊，我们的督学，我们的蔡石蔡督学啊，谢谢，还有我们四商的家长会长周雅平周会长，我们非常感恩我们这些贵宾，在每一位都是在百忙之中到我们玉成高中来给我们指导，我们真的是抱着感恩的心，那如果我们招待不周要请各位贵宾都要多包涵多见谅，谢谢。好，我们谢谢校长，谢谢。我们同样的两位主人一起讲完话之后，我们再请我们长官致辞啊。我们第一位的主人啊，就是刚刚我有讲的，他昨天特别去买的新皮鞋，好像啊。我们的家长会李秋林李会长来为我们致辞，谢谢。校长特别告诉我只能讲一分钟要让三分钟给他，那我也非常开心所有的贵宾今天来参加玉成十八周年的校庆与我们一起庆生，那我要赶快把时间让给校长，所以我就简单说祝福我们玉成高中校运昌隆生日快乐，来祝福所有的来宾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谢谢会长啊，我刚刚讲话超时了2分36秒，那刚刚会长已经还给我了，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用我们热烈掌声，我们的老师这么的专业这么的投入，我们非常感恩我们教师会理事长的带领之下我们有了这样子的成就，所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教师会理事长陈理事长。各位贵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玉成第十八周年的校庆，也是我在玉成第十八个年头，
那我就看着玉成一路从小婴儿一直到今天18岁成年礼了，心里其实感触特别的深。这几年承蒙局处长官的支持以及张校长的英明领导，加上我们全体师生共同的努力，玉成高中不论在软硬体设备、校园营造、创新教学以及学生各项的表现上都有明显的进步。回首过去，我们无比自豪，展望未来，我们更深具信心。校媒在此仅代表全体玉成老师们祝福玉成生日快乐，校运昌隆，也希望玉成继往开来，再创佳绩。谢谢。那个我们教师会理事长讲的话是不是就比较有学问一点？果文老师啦，但是他上台前背了好久背稿，我没有背稿的。好，我们谢谢校媒理事长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先请我们的长官来为我们致辞，我们要请我们驻区督学蔡石蔡督学为我们讲话。学校全体师生、家长，大家早！我想今天是学校18周年校庆的日子，首先在这边要代表教育局祝福学校生日快乐。想学校十八年来在历任校长打下的基础，以及我们张校长接棒传承、用心的带领，学校的行政跟教师的团队携手同心，为我们育成的学子持续的努力，发挥行政的效能。我想我们在2018年学校其实荣获非常多的优异的表现跟奖项，包含了全国的金安奖、防灾的绩优学校以及优质学校的校园营造等等的。我们的老师发挥教师专业持续的精进，以及在发展特色的课程部分都有非常优异的表现，也我们的同学们也在师长用心引领下，无论在各项的学业表现以及各项的竞赛成绩都非常的优异亮眼。长期以来育成培育了非常多的优秀的学子，我想在这边都要肯定学校师长们的用心。今年学校特别把校庆的主题定为成功背后文武育成，我想学校是非常的用心，想要借此引领学生去思考如何能够以终为始，能够了解迈向成功的历程过程要如何的付出努力才能够理想实现。我想在这边也要特别感谢跟肯定学校的用心，其次在这边也要感谢我们的家长会家长以及所有爱护我们育成的伙伴们，因为你们长期的支持协助才能够让学校持续的进步发展。最后祝福学校生日快乐，校运昌隆，我们育成的学子能够学业精进，多元展能，所有与会贵宾、师生、家长，阖家安康，幸福如意，谢谢。谢谢，我们谢谢督学。接下来，我必须要请我们的贵宾讲话之前，还有两位刚到的贵宾。啊，第一位就是我们国中联的总会长张文川，张总会长。谢谢，谢谢文川兄。另外就是我们台北高中陈建佑陈校长，谢谢。接下来我们贵宾讲话，我们必须要节省时间，所以我下来拿着麦克风。各位知道怎么办教育，教师会家长会是合伙人，所以我们现在先请市教师会的理事长以及荣誉理事长来为我们做一些祝福的话还有一些鼓励。我们先请市教师会的我知道这个意思，言简意赅。今天其实进来有一个疑问，往常我们去参加运动会应该是往操场走，为什么我们会往楼上坐电梯？我想说以为你们有空中花园呢。结果我知道校长真的非常的细心跟体贴。其实运动会在我们以前国小来讲